哦，别别！我想讲告别个，因为今仔日是关世音节，我想讲人个老咧，我一定要创个第一网站先。三十秒五十一千，第一名头家，好业一番大唱。台南安平今仔日光头白日发生抢案，凶手的目标就是一间好业处。铁门房开五十一千八百空，钥匙起去落着地帽啊，最暗的，伊就是抢手。会在八点外，伊对台南火车站坐客人啊。霸气啦！我伫白班，伊伫伫顶个脚行过来，讲一三台。伊甲教授因为饮料箱好业处头前，提手枪向大门，青光开枪。搁换三届的枪支阿爸，枪支正过车口铁门，内底有块玛莎拉蒂，做伴侣。现场中，我们发现了五十几发的这个弹壳，哦，还有两颗的这个实弹哈。之后过来对抗开枪，过程三十秒，才倒倒啊坐客人啊离开。三楼厝主翁阿某呢，在迷茫中，互枪声惊起，才知影家己厝房开枪，好佳哉无人受伤。车库内底全部拢是枪支壳，好佳哉玛莎拉蒂甲面露无防拍到。警方研判这警告意思解冻。处主表示无教人过鸟车弯，因为处主伫中国内有投资茶饮料生意，佮有电动的事业，警方会来介入调查。调阅相关监视器目前我们已经掌握这个特定的对象，积极查证中。台南中心台南报道。